我的公仔如果你再弄丢，我就要把你的婚戒当掉拿来赔我。你这样子为了这件事再乱骂我的话，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挺好哦，我会签好离婚证书寄给你哦，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是很想离婚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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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婆跟你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吵吗？其实我们又没才八个月嘛，是很新婚，然后新婚愉快。他之前真的很柔，都顺着，所以我真的是也吵不起来。但最近他开始会用一些冷方式处理。我想要生气，遇到一些事情，我想要冲，他不跟我硬碰硬，但他就闭着嘴巴。转身就出去冷处理哦，冷处理这种我觉得才难搞啊。嗯，来，你等一下这个，来，你好的，哎，一个他有丢你的公仔，哎，不可以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你的宝贝。之前那个事件啊，该不会哥吉拉就是你，就是你本人的故事吗？不是我，但是那次我很有感哦，很有感，因为我喜欢收集就是星际大战之类的，还有就是海贼王类的。但之前真的遇过一次，就是我们结婚之后搬家嘛，搬家那。新家不大啊，所以我没有把我收集的全部带过去，我还妥协说，那我带我两只最喜欢的去就好，比较贵的。OK。然后请他帮我说，那你再打包，你帮我一起包一包。结果到新家之后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然后现在还没找到啊。哎，金鱼都比你有记性，你在乱骂人，我会签好离婚。哦呦，哎，不能结婚，他结婚才八个月，八个月，哎，对呀，也会经常动不动回娘家。他就是我刚刚说，他会就夺门而出，就跑出去，然后也有跑回娘家，关键是出去之后。那段时间找不到人，他最近就用这个方法，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不好的地方。看一下 VCR 好不好？来，把老婆宝物偷出来。我从小就来自非常贫困的乡下，家里所有家事都让我做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有梦想。如果你有梦想，你又很惨，那你就越有可能实现梦想。你问我为什么会结婚？我今天来到大热门，就是想要向大家证明我不软弱，我硬得起来。最近我们新婚刚搬家，但在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我老婆手上一直拿着一个小小的红色盒子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藏在哪根里面到底放什么。找不到，看来应该不在这个仓库里面。我们要换个比较奇妙的方法来试试看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来过来。你知不知道妈妈藏在哪里？来，这是她的袜子，你闻闻看，去把那个东西找出来，红色那个。哦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走，走。哦，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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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吗？你这里吗？这个吗？哦，那我看看啊，应该不可能吧？那什么？不是吧？我说的求婚戒。在狗饲料里面，该不会是他在喂他们的时候掉下去的吧？连婚戒都可以弄不见，掉在这里面，这些全都是狗饲料的味道。这不见了，不在意，但是只在意那个小盒子，比这个东西还重要。我今天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。我就不叫唯一，我改名叫危险，因为我的婚姻就危险。哦，你找到什么？你的玩具怎么都在这边呢？是不是你的？来，你去玩，去玩。这么多啊！什么时候插电池？新的，你的，甚至也没看过。硬硬的，为什么会硬硬的？
红色小盒子，就是它了。Rolex 哈，这只表啊，很漂亮，拿出来。对，而且这只表我也是因为这一次我是第一次看到它。哦，真的？我们结婚我还不知道他有这只表。哎呦，他之前曾经跟我提过，就他其实没有什么物欲。嗯，他最宝贝的就两个，第一个是他的狗狗。那狗狗我偷不出来啊，很难偷到现场。而且你把狗丢掉在干嘛？对啊，我会被告死，狗它自己跑出来。对啊，好像有一些意义啦，因为这好像是他出社会赚的第一笔钱送给自己，而且他一直跟我说他想要留这个给。就是有透露过想留着给未来的小朋友哦，可以传下去。可以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个不会永远不会坏掉。对啊，而且会来直接打给老婆，他的愿望竟然只是要一个好无聊的限量版的星际大战光剑。哎，我这个去星际那个玩具反斗城买给你就好了。可以，那你顺便带我去你的 party 啊？不过你已经失败了，失败了还在讲什么 ？OK， 好，来打给老婆。喂，哎，老婆。嗯，你在干嘛？那么兴奋？没有，刚录完影啊，我录完影都比较兴奋。哎，那个啊，最近真的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认真跟你说一下啦。嗯，就是啊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搬家的时候，我的两只公仔的事情？记得啊。其实那次我也没有真的很生气嘛，想说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嗯，对。可是好，那我也要跟你说，因为我最近看上了一个很限量然后很棒的就是星际大战的公仔，而且我已经下单了。对，有点贵，但是我已经下单了，我下单了。可是多少钱？大概12万。12万？对。应该过几天就会寄到家里。真的要跟你再仔细的讲清楚一下，不然我对你的记性真的很不放心。就是我的公仔如果你再弄丢，我就要把你的婚戒当掉拿来陪我，这样知道吗？你那么气愤。我上次已经很生气，可是我又想说我们才刚结婚，我不能太生气，但是我真的要跟你讲清楚，那个很重要。太久。不是啊，新的要来啦，所以新的要来了，我一定要让你讲，让你听清楚。而且每一次最近的事情，就是我每次讲事情你都会忘记，你就真的是1分钟7秒后就忘记，你的脑就跟金鱼一样。哎，你知道金鱼都比你还要有记性，你这样子为了这件事在乱骂我的话，我真的会挺好哦，我会签好离婚证书寄给你哦，然后再撕掉。夸张吗？有那么严重的离婚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寄给你只是个形式，所以我自己会把它吞下去，好不好？你也太气了吧！不是啊，真的，因为最近我真的要讲一句，最近你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跟婚前真的差很多，因为你以前真的都很柔，然后都会顺着我，或是很好沟通。那你最近很常因为一个我，譬如说我的表情，你觉得我不耐烦，那你就直接也不讲话，也不沟通，直接甩门就出去。你上次出去一整天，我找不到人，然后你还跑回新店，跑回娘家。哎，这不应该吧？我们是要沟通的，我们结婚是要沟通的。你这样动不动就给我回娘家，还是要你干脆就搬回去住算了？反正你每天来我家，早上来我家当上班就好了。哎，也就那一次，你是两次。我说我的记性很好，你看你都记不住，你就是金鱼没。我现在翻旧账是怎样？因为我觉得今天是很想离婚。不是，那个哈，就你等一下想要吃什么？你等一下有没有想吃什么？我等一下，我因为我刚刚是想说跟他们聊一聊天，然后觉得有些事情要先讲啊，所以我只是先把事情讲出来啊。等一下你要吃什么？我们我等一下买回去给你吃，想吃什么都可以。你是大姨妈来的，情绪起伏大。有吗？还好吧。好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先看电视哈。你好好，就这样，先这样，好，拜。OK。好可怕。很完整，哇，你算很猛的嘞，各位，婚姻就像在跳竹竿舞，你要试探，对对哈，要 taste， 哎呦，好贵哦，哎呀，好，
不小心你就被夹了。我觉得我这样会被夹了。各位，今天这样离婚是不是？失败，再也失败了，再也失败了，太难成功了，这太难成功了啦，太难成功，完蛋了。他已经尽力了，但还是丢掉。没有没有，哎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你这个失败，但是我们那奖品要给你。对了，光剑，光剑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这个算是勇敢大声吼出来。有有，他算他真的有了。来了，只有你过关了。可是我怕我再也没办法来录影了。啊，其他好不好？婚姻这一条路是一条漫长的路，是这一路上。